好，所有的铁粉，欢迎大家好，我是徐恩，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恩会。来，我们今天新恩会马上就要跟你们讲进入这个主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要进入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重要，分辨股市真假情资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而且这个讲三次就表示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分辨股市真假情资很重要以外呢，要如何掌握自身的关键更是重要。来，真的，这个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股神唐新奇。没有，我说说股神，股神大卡神的上次之前，这个我卡神。以前之前不是有一个卡神吗？对啊，对啊，哇，他一个他是这样，他是很多卡神，好像一个人好几十张卡然后用卡就是周转，然后利用那个时间这样子啊，哦，这一张卡进来，那张卡那张卡进来，那钱可以这样子分配的很好，这样子，那通通运用的很好。只听说，但是我没有实际上去了解，嗯，所以他就是还蛮有名的，被爆出来。那他卡。跟女神卡卡没关系吧？没有，Lady 卡卡没问题。对对，没有。好，来，我们的股市真假情资很重要，要如何掌握自身关键，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来，是自身关键当然更重要，但是真假情资的话，就市面上大家都会，人云亦云，然后真假分不清。哦，人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冥冥之音一大堆哈。对，然后像亨格林应该也常听到吧，就是像你们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拍戏的时候，应该也多少有人在碰这个股市啊。我常在摄影棚的化妆间听到他们在谈论股票的事情。对，当然我们是不太懂了。可是那你觉得他们到最后都有赚钱吗？还是赔钱？我有大概问一下说，你们这样子一直在谈论股票怎么上上下下，是不是？你们有那个有了啊？有赚的时候你们有卖没有？就让他继续放着。哦，那如果说套牢怎么办呢？你放着，反正就放着，放着他必须那个在那个。我说那你们买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地方？我一直搞不懂，你们就一直放着，那你买这个的意思是怎样？是要让他一直有升值的那个，还是说要让他还是只好玩这样热闹一下？那其实他也还 OK 啊，还不错啊。那就一直放在那边。放着啊。放着。碟也放，账也放了，他就一直放了。我跟你讲哈，股市的市场其实就是说一定会有起有落，有涨有跌嘛。但是呢，就是说在跌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要看状况，如果觉得已经快要接近稍微有比较低于市场行情蛮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加码，就是再多。加一点资金，然后加一点持股，然后就是慢慢的定期定额这样子。你可以看它有涨的时候，你可以适时的去加码。不是，是跌。跌的时候反而是要跌到低买进。对，跌到很低点的时候，像这个前这个这阵疫情的那个，有些国家股票跌得很厉害，很多人就去买它这个股票，对，看哪天会再升，是不是这样？逢低买进。对，逢高卖出，对，这样子哈，对，好，所以这是一个自身关键，但是一般人其实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会等，会忍就对了，因为觉得它还会再涨，还会再涨，还会再涨。在跌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种很恐怖、很恐惧的一个心态，就会觉得说，好像如果万一再跌怎么办？如果涨的话，说再等一下，它还会再涨。对，然后其实就是人性。有两种啊，就是说很贪心啊，贪了哈，对，很贪，然后不然就是很害怕，很恐惧。好，那如果依你这样来讲的话，如果依照你的话，你会在这股市里面的股票里面，你会买什么样的股会比较有保障，比较稳？买什么样的股是要看个性看个性。对，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大起大落。对，大起大落就喜欢冒险一点有些是稳稳的，然后快一点，短时间就可以赚多一点所以他们如果短时间想要赚多一点，或者是他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想要很短的时间里面大起大落去玩那种高风险的那种股票或者是期货或者是指数的话，那你就要
心理准备就是也有不是大涨就是大跌。那你在这里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哈，这个要如何分辨真假情资，还有这个制胜关键？真假情资是要怎么分辨呢？其实分辨真假情资，还要收集蛮多资料的。哦，还收集资料？对，然后跟国安局情报员没什么两样吗？就是说别人在讲了，你不一定就要听进去啊，不能说一堆人觉得说很好赚，你就跟风啊。哦，对，就像很多事情，你表面上看到的哈，都不一定是真的。其实如果真相的话，通常，真的是会跌破眼镜，真的哦。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真相你查不太到，对，所以有很多公司，一些股票公司是想要炒自己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也是都会放假新闻，所以你也不一定会知道啊。甚至是他之后就是要做这一段波段，那他有可能是之后要掏空公司啊，要炒高股价。对啊，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你不是里面的股东，你不是重要的人物，然后你跟那个企业也不熟，其实还是不要乱投资。除了看他每年的基本面那个财务报表、财务状况之外啦，然后还要看他的技术分析嘛，那些之外呢，还有他对外的形象跟新闻，还有他的。就是公司已经有成立多久，然后还有它的成交量，就是筹码面其实很重要。如果它的成交量一直都是很大的话，其实这公司是比较还好。例如像台积电、联电那些啊，或者是一些金融股啊，这些其实就是很大的公司，他们的买跟卖的人数很大，所以其实就要操控这一间是很困难的。例如说，这是一个上柜的公司，很投机，然后有可能全部连续几年全部都是做账、做假资料、做假成绩上柜。哦，其实他根本没赚钱，然后就是空壳公司。对啊，然后就是买卖。进出买卖，然后做很漂亮的报表，是为了上股，就是上柜了哈。对，上市上柜。对，上市上柜。哦。但是他就是为了可以，筹措一些资金，让人家投资，然后他公司就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发展他的公司了。所以在这里哈，就是说如何分辨这个真假情资很重要，这个也是要分辨真假情资的一种。对，然后不一定说是电视上报的，然后是报的。就是真的哦，有时候是股市呢，股市公司、证券公司请他去报这些东西。对，很多是里面的公司是拿钱给分析师去分析他们这家的股票，去炒这家。哦，这样子哦。对，炒这家的新闻，然后请你们进去买，但是一定会涨嘛，一定会涨，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但是他在讲的时候有可能马上准备要跌了，所以但是一定会涨。当然的，所以你现在所讲的是如何掌握这个制胜关键和分辨真假情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切呢，就是财团他们在操纵这一切。我意思是说，你能够查到的资料，跟资讯，不见得是真的，不可能可以查到像他们内部那么仔细。那当然，对不对？你又不是国安局的，因为我们说是，你又不是 FBI。那对啊，你也不是 FB 啊，FB 你还可以漏收了，对吧？对，其实我们你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因为我们有看过电影嘛，对啊，电影常常演的股市嘛，对啊，就知道所有股市呢都是政商他们在操纵这一切，对啊，跟国家的整个经济脉动有关系，对。你要怎么可以很了解对方？连自己的老公都不了解，对啊。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要投资这股市是多？我觉得这样子啦，这个投资股市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类似像打游击战的，今天买了，涨了马上卖，就是可能赚个几千块的。所以我一说分辨假真假情资，其实当然很重要啦，但是所以说不要随便乱投资嘛。然后第二就是说你要看成交量嘛，就是筹码面嘛。如果说没什么成交量的，我觉得尽量不要碰。
哦，没有什么成交量进来。对，因为买跟卖太少，然后那个公司可以很容易掌控。嗯、今天让它涨停，就整个涨停好几天，跌停也是跌停好几天，那内部去控制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控了，我们涨停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跌停的时候又应该要怎么办呢？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会告诉你说，如果遇到涨停跟跌停呢，我们要如何这个逢低买进呢？逢高卖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游击战哈、嗯。尤其我们这个很多人是乡间，不是乡间，我们这个房间的关键，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锁定跟关注，因为我们会持续的在谈论说自身的关键。对，要如何掌握自身关键？对，跟分辨真假行之，最重要就是逢低要买进，逢高要卖出，要如何去辨别这真假呢？哈。下次我们新恩会呢会告诉你真正如何去辨别。如果你们有任何这个需要我们宣传推广的，可以私讯我们星期 TV 小编。现在马上就来听我们创作女神唐静怡为各位所带来的这个重新来过精彩片段，请看。